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讲上等能量和这个上等环境。最近啊，我们讲的一些理论全部都讲到家庭和睦啊。那我们就知道，一切上等环境，我们要营造一个家庭和睦的环境，子女才能受到家庭的健康稳健啊祥和的环境，孩子才能逐渐成长。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啊，才不可能有暴力倾向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实际整个环境能量，它的来源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要是身上的能量很足，环境很优，我们的家庭一定是一片祥和的。下面给我们讲到，一个家庭要想和睦，核心在什么地方呢？相互赞叹的夫妻就是上等夫妻，给我们归到人身上了啊。现在夫妻离婚率非常可怕，不是一点的可怕，一个家庭夫妻感情出现波折啊，会导致双方父母心里不安。要是因为有孩子，夫妻两个人要是离婚，孩子未来一定是社会上的定时炸弹，未来违法乱纪、违背伦理道德可能性就比较大。我记我去监狱讲课，监狱的狱长就告诉我说，75%的犯人是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，夫妻双方一旦感情破裂产生离异，对孩子内心世界的伤害将是一辈子不可治愈的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想一想，成年人思想、观念、行为都很成熟了，对离婚的事情，他们都还能接受。对于一个孩子，本来有父亲、有母亲的家庭，一片祥和，突然间，父母离异。甚至有些父母为争抢孩子大打出手，有些孩子、有些父母为了不抚养子女大打出手，都会对孩子内心世界造成无法挽回的这种伤害。轻则孩子对父母抱怨，未来对感情生活恐惧，不愿意结婚；重则孩子为了报复社会，哎，自然就会导致这个社会多了一点不稳定的因素。所以说，相互赞叹夫妻就是上等夫妻，上等夫妻就是聚宝盆。上等夫妻为什么把它举成是聚宝盆呢？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，常看对方优点。要不我说，夫妻要想白头到老，一定要有一个容字啊。首先要接受对方的缺点，帮助对方改正，这样我们人生才真正有意义。
夫妻之间的相处方法特别多，无非就在于一个理解、包容、感恩对方，长时间想对方的好处，理解对方的难处，帮助对方改正错误，我们人生才会更好的这种兴旺，更好的这种发达啊，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清楚，应该要明白的啊。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，人生啊，诸事不顺有四大原因，其中两大原因，第一是亏笑，第二就是犯邪淫，所谓的夫妇失和啊。所以说夫妻之间产生矛盾，一旦不和，家庭就是败家之兆。不管是男子对妻子有怨恨，妻子对丈夫有怨恨，都将是形成败家之兆的原因啊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。那要是夫妻和和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夫妻要是真能达到和，一生不遇小人，常遇贵人，诸事大顺。要不很多人都问我，我做生意不顺，工作不顺，我人生不顺，究其原因也就两块儿，一个不是亏笑，一个就是夫妇失和所致。就这两种原因啊，对人生啊影响是非常大的，也是对所有的人影响至关重要啊。严重呢，能让当官者把官丢掉，做企业者企业破产啊，家庭衰败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。因为男子和女子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把它称为阴阳之体，男子是纯阳，女子是纯阴，阴阳互惠，万物则新，宇宙根本法则就是阴阳法则。现在很多人女子出轨，男子婚外恋，都是导致阴阳则克，不能相生，上则殃及父母，百病其身，中则殃及妻子或丈夫啊，灾祸不断，严重要命，下则殃及子女，不得成才。这就是夫妇一旦失和，诸事则会不顺啊。所以说夫妻之间在五轮之中也是最重要的一轮，夫妻之间相处的非常多的方法道理，我在很多视频里面都有讲过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简单的提到这一块也就过去了。大家想看呢，不妨在这个别的视频里面去看。在这个地方提的这些夫妻，实际就代表的男子自身的能量和环境出现了负能量值，男子就会抱怨妻子，抱怨岳父岳母，女子则会抱怨丈夫，抱怨公公婆婆，夫妻相互抱怨，导致家庭衰败，自身能量环境完全都是负能量值。
要想转变，相互赞叹，别无他法。就是相互赞叹对方，啊，赞扬对方的优点，承认对方的苦处，帮助对方改正错误，哎，让我们家庭更和谐，哎，更幸福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上等环境，上等能量，其中有三块定位。一种呢是行为能量和行为环境，啊，就是我们行为造成的环境和影响。我们想一想，你随手扔垃圾，这是属于一个行为的举动，小则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劳动量，重则呢，环卫工人因为在马路上打扫卫生，要碰到司机开车饮酒，就会不当，造成环卫工人的伤害。这是我们想象的，都是行为上导致的一些负能量值的行为。这还小呢，你要是随地扔垃圾，被国外人看见以后，外国人只会说一句话，中国人不爱国。就这一句话，你这一辈子的负能量你都调不出来。要不有人问我呢，说我怎么这一辈子都倒霉呀？我扔垃圾扔的，他说扔垃圾人太多了，为什么我扔的垃圾就能倒一辈子霉呀？我说你扔垃圾外国人看见了，你把中国十几亿人的脸面丢到了国外啊，国外人因为你，就像我们古人讲的话一样，一只死老鼠坏了一锅粥啊，这个负能量值太大，事虽小，影响恶劣，所有负能量值直接克你，你肯定就倒霉了，你人生不顺得很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要不我经常说，有人扔垃圾扔得倒霉了，就是这个原因啊，我们大家不能不知，不能不懂啊，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啊。所以而行为当中尤其要远离不良嗜好啊。除了我们扔垃圾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以外，那什么叫不良嗜好呢？所谓的嫖娼、赌博、偷税漏税、当汉奸出卖国家，哎，违法乱纪、违背伦理道德、赌博、吸毒，种种对我们人生的修养、对我们人生品质有影响的行为，坚决不能去做。我们要远离吃喝嫖赌抽，是要远离的。要学什么呢？温良恭俭让，性格要温和，生活要节俭，做事啊多让人，对人多恭敬，把我们的德完完全全给提起来，把我们恶的行完完全全给杜绝掉，把我们自身的人格魅力和自身修养培养起来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，我们人不能把自己变成衣冠禽兽啊，穿着人的衣冠做着禽兽的事情，这就叫衣冠禽兽啊。就像人骂人一样，说那人狼心狗肺，
啊，人的形体却是狼的心，狗的肺。我们想想，这叫什么呀？畜生心境啊！这是第一个行为，哎，一定要注意。大家都觉得大吃大喝好戒，最可怕的是嫖子。我们现在网络你敢看？不敢看呀、啊！我去很多城市讲课，当地的一些朋友就告诉我，名牌学校周五下午豪车就停满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我问他为什么呀？他就说了，学校的美女全出来了，都不知道被谁接走了。上学的时间又送回来，一夜情、泛邪淫的这种现象，大家习以为常。我记去年我们家因为太忙了，请了个阿姨，阿姨竟然看到我的书上讲这一段时间，阿姨给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说秦老师，我告诉你。你书上讲的那些事儿，在我们那边太普遍了。谁家有女儿出去几年，只要能回来给他们家盖一座房、买一辆车，大家都笑穷不笑娼啊！我们都习以为常了，大家都觉得要儿子赔了，要女儿就赚了。说我们已经太习以为常了。我当时听完以后，我说是真的，他真的。我们已经太普遍了，甚至男的呢，鼓励妻子去卖，挣钱呀。我们再把网络翻开，我们去看，色情图片、色情新闻泛滥成什么样了？我们现在人内心世界变态。思想扭曲到了极处啊，非常可怕要不我说这个嫖这一块是非常可所以邪淫这一块呢，我也讲过，命运设计书里有，设计师书里有，视频呢也讲过25种。邪淫的果报，讲的比较详细。这一块只讲一下，嫖娼是所有行为能量和环境学里面负能量值最强的，一旦犯了以后，殃及子孙败家，非常可怕。按这个。能量和环境学里面讲的感召败运，第一个肯定是败运啊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呀？败家。第三个呢是败财，第四个呢出意外事故。